你们上去看看，本大爷的神之眼一定在这神像的最顶上。 就凭你们几个，也想抢走本大爷的神之眼？黄龙天下，独尊一斗，残胜，我夺关张，斗战炎宁。 你们以为本大爷是靠什么让小弟们死心塌地的？鬼域狂欢！哟，终于到了。 幕府的将军，你也想让本大爷屈服吗？最后通牒，上缴你的神之眼，黄龙一斗。<笑>我说将军啊，现在加入黄龙派的话，还能让你做个美梦哦。大爷拿回来神之眼，这回一定要。好像不在这上面。啊？怎么可能？大哥。好像在这儿，你的神之眼。